算是这几周的结语，从回台北投履历到找工作，甚至是开始犹豫自己该干嘛，该做些什么事，真的是我自己想做的事吗？我迷失了，虽说不上来，但真的不知道自己在干嘛。花了些时间重新整理自己的思绪，重新掌握自己，再次审视自己的人生脚本。我决定要当个不平凡的自由人。Much love.